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66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SS 第91个编号的 The Fallen 堕落金刚。我是变形金刚09年那一年入坑看电影，然后电影第二集，最开始登场的赛博坦生命体应该就是这个 The Fallen 了。那出现在还是原始人类，生存的地球上啊，然后把一个原始人给踩扁。那个画面的话，我还是比较震撼的，还是觉得说，哇，这电影这么血腥的吗？然后这一款的《Fallen》呢，在过去呢，只有在电影第二集的时候呢，最大等级呢推出到 Vogue Class，但是我没有原色版本啊，我这款的话我自己有已经涂过颜色，所以这个不是很标准的一个配色啊，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那么这一次的 SS 91号的话呢，推出了一个 L 级的尺寸，身高大了不少，那身形的话呢，也比先前的话呢要还原的非常的多，四肢比例还有可动各方面来说，可以说完全碾压了过去的 Vogue Class 啊，确实很少有新物的话呢可以完全超越旧的版本，包括手掌的部分，之前这个手掌很薄的一片，就一片软胶呀，但这一次的话呢，做出了一个造型的一个手臂。那先前的这个连接身体跟手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先再次提一下，这上面有点黏黏的，因为这个已经涂装过了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当时限制了大量的可动，这些部分的话呢，都在后期做了一个改善。还有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还有这个面罩呢，能不能取下？当然，电影二的 V 级呢，后面在 Humble 的 Decepticon 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紫色有权杖的版本，是可以把口罩面罩给拿掉的。但是那款我没有收到啊。那么言而总之的话呢，如果你想要一款电影系的 The Fallen，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啊。一方面也是09年 V 级的，现在也没那么容易买到。那么这一款目前价格也不是很高，网络上的话呢，应该是市面定价的8折，还是有机会能够拿得到的。那它所附带的武器，一把很长的一个权杖，比他本人的身体还要高。那么它的话呢，是靠中间两个部分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那握持的手的话呢，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圈，有个洞的啊。那握的方法就是，穿过去之后啊，然后呢两侧呢做一个组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手持这个权杖的一个样子，非常威风凛凛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么从玩具呢，从盒子里出拿出来的时候呢，它的面罩呢是另外存放的。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给他来个剧情杀，把面罩拿掉之后呢，他就准备死了啊。这个非常有点小猥琐的脸，但是猥琐归猥琐啊，这个脸的还原度还是真的是很高啊。最后还得流个口水下来就挂掉了啊。那么把这个面罩拿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头真的很小一颗，对不对？它的头身比例就显得非常的奇怪，而且一整个猴子化的感觉。那可以看到啊，它的里头，它上面还有这个类似于是脑袋的这个刻画。那因为是一个透明部件，你后方遮一下，你看这个光，可以注意看一下它的眼部，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透光一个设计。你稍微抬起来，你会发现它的嘴巴里头其实也是有红色透明件的啊。某些光源如果打得更好的话呢，是连嘴巴里头都会发出红光的。那各位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是它的一个面罩头掉啊，这个单独拿下来也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小装饰品。有没有人想要把它专门？对不对？做成是一个，小吊饰啊，项链什么的，好像也是很酷啊。那它戴的时候的，我的习惯是从下巴往上扣上去啊，这样一来把它压一下呢，因为这个面罩还是稍微有点软胶的，还是把它扣上去啊，感觉你可以活久一点啊，露出脸你就死定了。那么它的其他的部位的话呢，这次增强的就是后方这个连接身体跟手臂的这个的话，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也是要另外单独装上去。装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很好装，我自己觉得还是蛮费我手劲的。那么待会变形的时候呢，这里还是需要把它给拆开。那各位也见识到了啊，它在这个地方啊是有多重的一个零件，可以实现手部比较好的一个可动。然后配合手部啊，手部的这个地方，这个球形关节本身的这个球关，它本身也是可以动的，所以它是有2层的球关包在一起。但是呢，看上去呢好像很炫，其实是很炫没错，但是它能够让你活动的范围还是相当的有限了啊，即便你把它整个给推到最前方去，你看还是很容易就蹦出来。主要的限制是这个地方这个球关的能够提供移动的范围呢还是太少了。
啊，那一旦把这个解开的话呢，它这个手的可动范围就巨大了啊。那我的这一款呢，两手都一样，这个外摆铃收这个关节可以说是紧到一个国中生的等级哦，害我只好把它弄细油，把它给弄湿啊。那弄湿之后的话呢，这感觉，哎，这个就跟这个就比较舒适一点了啊。然后这个连接杆的话呢，就是为了造型的需要吧，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把它给，哎，扣在一起，可能让它好看一些。那毕竟的话，有玩具都附带了这个零件，你不把它扣上，好像也是有点奇怪啊。那你可能是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角度，再把它给扣进去啊。但是真的能够动的范围还是 OK 被限制到的，但是身体的中间连的这一段啊，它的一个生物的感觉是比较强的。那其他的可动的话呢，脚前后动啊，因为变形的需要可以往外搓一下。那么腿部的外摆铃收也是有，膝盖的话呢，这里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那么它的一个接地啊什么都有，但是整体的关节的话我觉得是偏软啊。啊，我没有说松啊，我们说软啊，这个就很微妙了啊。也就是说呢，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还是需要你要多多的去掌握一下，因为它本身的玩具呢看上去很单薄，但是因为它身高够高啊，所以说你要它站得稳的话呢，其实你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稍微的去练习一下。但是玩具本身的配色啊光泽还是相当还原的一款的 Fallen。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堕落金刚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武器把它给拿下来。那为了变形的简单呢，其实后面这个部分呢，你跟如果把它拿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是一定要解开的。它解开的话呢，除了两边互相结合之外啊，它的这个地方你看到吗？这个地方它里头有两个凹啊，它是要扣这里两个凸啊，这里也是要扣进去的，还有这边这个凸要扣进这个凹槽里头。所以的话呢，解开的话呢还是简单，但是扣上去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那这两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暂时的把它给弄到一旁去。然后这个如果变形过程中呢，这两条掉下来就算了啊，不需要特别去处理了啊。那我们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是先把这个肚子这一块，这里有一个部件，把它给挑起来，然后把头给压正，然后这个整个部件抬上来。你可以看到，这是其实是一块透明部件啊，很漂亮的透明部件，然后把它往上面盖上去，把它的脸给盖起来啊。这个脸盖的越多层，越不容易死掉啊，露出脸你就死定了。然后呢，把这个手臂、胳膊是往上面转上去啊。对了，这一块部件推进去。这里又一块推进去，然后手的话呢往上转，啊，这个部分跟2009年的这个 Voyage Class 的变形是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手臂转到这里，我们要将这个地方有一块凸，这个地方这一块凸要扣进到这个地方这个洞啊，那把它给这样子，利用这里的一个双重关节把它给扣进去。那扣进去的时候呢，这个手掌的话呢是稍微倾斜这样一个角度，会比较容易一点。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把它。想办法呢把这个地方扣进去就对了啊，这里扣上去，好，扣上了啊，这边。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它的变形是就是硬扣而已啊，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度了，都是硬扣上去，甚至可以说跟2009年的变形可以说是差不了多少。那如果你发现扣进去之后呢还蛮常容易滑出来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调整一下啊，这个二头肌这个部分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面雕的部分呢就稍微去调整一下。好，那么手部已经算变完了啦，那么呢脚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部件把它解开，解锁开来之后这里就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凸，它扣上面有一个凹，这个都蛮简单的。然后脚的话可以先把它给搬到外侧啊，这样子可能比较方便我们做一个组合，然后往上扣上去，往上推上去啊。推上去之后的话呢，这里扣上去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扣脚了。脚的话怎么做呢？脚的话呢有几处地方要扣。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凸，它要扣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洞在这里要扣上。然后呢脚的话呢要跟这一块部件做一个结合，那结合的时候你转一下，转到这一侧，把脚趾头都收起来，这里有一个凹槽要跟中间这个凸做结合，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锁扣了啊。首先的话呢，先扣膝盖这个位置，膝盖这个位置它跟手臂的这个肩膀处啊，就是肩膀处是有一个
有一个结合，就从这个地方扣上去，好，扣上去了。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这个球形关节啊，我们把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凸跟角这个地方这个凹槽啊做一个结合，这里扣上去。那这个铆钉的这一处的关节呢，也是有参与到一点点变形，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活动空间。好，然后你可以再把它转正一点，这样的可能会比较好看。那这里的话呢，看你的需要吧，你要把它转到这个转到前面也是可以，看你了，看你了。那这一侧我们就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我们可以先把脚给转到外侧，脚趾头收起来，看到没有？把这个洞朝上，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地方，这个凸，这个洞做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好，扣上了。那么这一侧的话呢，就自己去调整它的位置。我记得应该是往后推到底，对不对？你看，往后推到底，然后我们把这个部件扣上来。这里，利用这些多重关节，我们把它给扣上。这个，因为玩具本身还是有一点重量啊，有一点重量。我们来看到这款 The Fallen 的外星载具形态，如果你把它拿给一个随便一个路人，他可能会跟你说："哎，这是异形电影里头的周边产品吗？"它非常有强烈的外星生物的感觉，特别是相较于旧版的 Voyager Class，它多了这两片部件之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刻画啊，会有强烈强烈的异形电影里头的感觉，生物的一个氛围非常的强烈啊。包括配色也是一样啊，就一整个阴森恐怖的感觉，这是它的一个底部。那我们可以再给各位看一下主要的结合卡扣，膝盖跟肩膀的这个地方啊要扣上，然后呢这个啊连接出来这个部件扣到后方，那这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结合位点了啊。然后手臂的一个小臂跟肩膀的结合处，大概只需要扣这几个地方，它的变形其实也就完成了。那以这款玩具呢？最好握持的地方呢，居然下了一个飞机头啊！你捏着这个地方动啊，其实稳定性还算是相当可以。你从上面抓呢，我觉得抓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感觉有点小危险，都很怕它会散架的一个样子。反而是这个飞机的头部呢，我觉得是最 OK 的。那它这个橘色的驾驶舱里头呢，看得出来好像还有一些小刻画吧啊，但是就是反正也不是很重要了。然后飞机的头部呢，是前方做成的是两端的分开的一个感觉。你认为它是飞机吗？还是认为它是任何的交通工具？随便各位你怎么去想象了啊？反正，在电影里头呢，它只有一团火球闪过了啊。有人说它有啊，它变成飞机，但是我真的只能看到一团火球啊。我是不知道各位你是从哪里去脑补出来它是变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飞机的。那 anyway，它还有一个武器啊。这个武器的话呢，这个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是只能扣在这个上面这里，但是我觉得扣上去之后的话是完全是扣分的，也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加分啊，没有任何加分。我们稍微还是给各位展示一下好了，那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扣上去啊，这个洞好像也不太愿意给我插，是吧？好吧，可能我们价格没有谈好，啊，反正这个扣上去之后也是蛮难看的啊，蛮难看的。那总的来说吧，我们这一次这一款的 Fallen 呢，它我认为吧啊，它跟旧版相比，可能。09年的危机就是这个脚掌这里有一个弹簧，让它站的时候有一个噱头。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说明还是再把它拿出来了。我这款不太想变形，因为已经涂装过了。它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弹射的这个两片的这个弹出来这个装置啊，这个玩具太久，已经快要没办法弹开啊。可能就是这里的弹簧跟这个脚尖的弹簧之外。啊，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 SS91号，在各方面的话呢，都是比旧的版本要有胜出的。当然，理所当然，你应该是要胜出的。那而且你的价格来讲，定价也比较高，又是提升了一个等级，一个到 L 级的玩具。这个呢，都是你应该要具备要赢过它的。那作为一款 L 级的玩具，差强人意吧啊。但是如果你要拥有一款 The Fallen， 那这个。无疑是目前人形载具涂装变形都是达到最 top one 的一款啊，因为第三方也没做嘛，除了你的竞争对手只有你自己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啊，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的 Fallen， 买或不买这个端看你个人吧啊。我觉得电影控还是会入，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已。那么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